早上好，欢迎您准时来到太极学堂。今天我们这节课是要学习海底针和闪通臂这两个动作。在学习新动作之前，我们先把上节课的内容复习一遍。上节课是左右玉女穿梭，先跟我们一起复习一下，回顾上堂课的内容。一，左穿梭，我们左手进掌推手，所以称左穿梭。等到右手为主动手推掌的时候，称右穿梭。好，注意下面是今天要学的内容，请先仔细的看一遍。海底针，第一个，第二是闪通臂，好，今天这两个动作看上去很简单，我们开始来学。先从海底针开始。好，我转过身来，海底针第一动是根部提手，重心现在是在左腿，我们继续前移，后脚提起跟进半步，不要跟得太紧，跟进半步，中间还有距离。这时右手向下带，屈肘上提，提到耳侧，手指尖斜向下，手心向内，同时左手自然下落到腹前，左脚尖呢也轻轻虚点提起，然后轻轻提起脚向前活步成一步的同时，右手向斜下方做插掌，左手呢经膝前搂过停在大腿外侧，虚步插掌。好，我们再来海底针。一，根部提手，跟进半步，微微向右转腰，提起右手，左手下落到腹前，虚步下插。好，左脚轻轻点地，膝关节不要伸直，微微弯曲。好，还是再多做一次。注意我们手上的路线，当我们屈肘提手的时候，我们的手臂体会一下，这里做的是一个立圆的运转，好像那个火车的车轮这么一个运动轨迹，立转立圆的提。那么左手呢则做一个平圆的画弧，两手一平一立。好，一，下面虚步插掌，虚步的时候千万不要俯身弓腰凸臀，重心落在后腿，松腰松胯，眼神向斜下方看去。好，好，再来一次海底针。根部提手，右手立圆，左手平带插掌，下面闪通臂，提手起身，现在随着手指的向前引伸，上体立起，左脚收回来点在右脚内侧，同时右手微微外翻，左手呢是收拢合在右腕内侧。好，再来，一，起身提手，下面左脚向前初步弓腿撑推，两手一撑一推。哎，好，再来海底，从海底针开始，闪通臂，一、二，弓步的时候松腰沉胯，身体正直。停，现在我们把两个动作连起来。还是从这海底针，这个动作我们把右手的插掌比喻成针，那么海底呢则是武术中穴位的名称，指会阴穴，那么意思就是说朝人体裆部会阴穴的位置高度去做插掌。下面闪通臂，闪这里是一个闪的过程，也就是即躲闪，通臂
推掌通臂是指背脊之力通于手臂。好，再来，所以叫闪通臂。那么我们常说学太极拳刚开始的时候是要注意姿势正确，渐渐的要讲究以外引内，达到内外合一。那么如何来做到以外引内呢？现在我们就举个例子，拿这两个动作做例子来解释一下。这里当我们重心继续前移做根部的时候，请你细致的体会，是不是这个时候你的左腹在向前移，那么左肾也是在向前的一个微微的推动。同时呢，右腹，刚才错了，右腹向前移，右肾向前有一个移动，这个时候感到左腹是非常充实的，我们这个时候也是开始吸气。当重心落脚踏实的时候，右边的腹肾向回抽带下沉，左腹肾就前移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你想，我想让您细致体会一下，是不是有一种右肾托起左肾的感觉。这个时候我们吸气刚好也是吸足，达到内气鼓荡的境界。好，一吸足，这个时候呢，实际上我们的胸背肌肉还有腹部肌肉都有微微的活动。好，提手下面做插掌的时候，意识灌注到指尖，感到指肚非常的饱满，充血饱满。那么搂膝的这个手是虚中有实，按在体侧，虚中有实。这个时候右腿非常沉重，支撑着全身的力量，加强支撑力。同时做呼气，下插的过程是做呼气，感觉缓缓的呼出，有气贴于脊背的感觉。感觉一下啊，气贴于脊背，缓缓呼出。好，我们可以再来一次，慢一点。前面是移重心，右边向前移，对，向左边向前，全身的血脉都在运动，这是意识在指尖下插，背后非常舒适，背贴。好，下面闪通臂，闪起身的时候意识在指尖向上引起，然后这个时候往前推，我们感觉要把我们的气力从任脉通到督脉，从背后力通于手臂，气力达于手臂。那么这里呢还是一样，起吸落呼的原则不改变。那么我们当我们身体上引起手的时候，肯定是吸气的过程，当弓步推手的时候，呼，缓缓的呼，对，动作还是要饱满，上手撑圆，下手推出。好，停。这些细节您可以在平时练拳的时候仔细的去揣摩去体会。现在我们把前两式左右穿梭和这两个动作连起来，连贯的串上一遍。一，落脚抱球，弓步架推。好，注意动作非常饱满。二，右穿梭，下面是海底针，提脚根部，吸足气之后内气鼓荡向下，缓缓呼出，插掌，提手引身吸，收脚，呼，气力直通手臂到手指。好，停。好，今天我们就上到这里。